大家好，我哋系 Space。凉透梗系要对自己好啲，所以佢哋五个就约定，每逢出粮都会去 band 房附近间新式泰菜餐厅食一餐好嘅。工厂区系老嘅嗰间泰国餐厅，即系讲真系。同埋係，即係佢泰國餐之餘係啲口味係同調教咗香港人口味，係，所以我哋食落係幾舒服，好舒服咯。同埋個泰泰咯，泰就係同埋嘅，即係泰式金邊飯。其他出面有啲會整到好辣，或者個味咧成日食到酸味好重，但係呢度又即甜又甜酸嗰啲咧就好似好 balance。畢竟係五個大男人。依款份量十足又淡淡肉的泰式拼盤就最啱佢哋啦。快就啲租金快啦，升得俾人逼錢比較快啦。即所有嘢都係越嚟越快嘅呢一區。餐廳仲俾佢哋一種慢活嘅感覺，正正係佢哋愛上依度嘅原因。樂團表演成日都東奔西走，最中意食嘅咧未必係咩有名餐廳。相反，冇味精嘅住家饭更得到佢哋欢心。依间工厦餐厅主打家常小菜，开业两年左右，最近仲增设晚市，等加班嘅上班族收工都可以一尝住家菜。晚市供应嘅炖汤限量30盅，每日新鲜煲炖4个钟，时不时仲加入鲍鱼等等名贵材料。即叫即蒸嘅班头腩，冇味精之余。香滑又暖口，而为了确保新鲜，海鲜更加是老板娘每日亲自去深水埗街市入货。每位客人来到的时候，餐厅都会奉上一杯解腻的八宝茶，这种贴心更加令人感觉到一种家人的关心。